跟他们讲怎样拜啊，要烧多少啊，哇，才能够发大财，哇，他们就很相信我，然后就给我包了整个包配一套咯。这样在一个因缘下了，上人开示啊，我们把那个金箔啊焚烧的时候，一上来那种化学的那种化学的那种气体啊，导致到头晕啊，然后又会头痛啊，甚至会啊致癌的嘛。2009的时候啦，我真正脱离没有卖金子了，因为真心跟真念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面。